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如这个图了哈，十二边形 ，A B C D E F G H I J K L， 啊，这个十二边形哈，这个每边哈长度都是二，啊，这个长度都是二。好，那么呢，那个每两边邻边都互相垂直了。假设哈 ，B G 与 L F。BG 跟 LF 交于 P 点，那么他们说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面积多少 ？PFG 面积多少？好，这怎么做哈？我们把那个高给算出来，我现在给它做高，这高是 H 啊。那现在哈，我现在呢，我们来看呢这两个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哈。跟这个三角形相似啊，这样好了，我假设这个哈叫做 x 好了，这一段叫 x， 啊这一段叫2减 x 嘛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两个三角形，啊这个三角形跟这三角形相似，那这个高我叫 y 好了，这个叫 y， 就 y 啊哈，除以多少呢？除以这4，啊这边长是4，这是2，这是2。是，它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这个2减 x， 它除以呢整个是2。它再来看另外看什么呢？看这个三角形跟这个大的三角形，我把它连接起来，啊这个三角形啊，跟这个小三角形 y， 它除以多少？除以这个是6，它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这个是 x， 啊除以2。好，那个一除，我这个把 x 给算出来，一除的话是 y 消掉了，那就变成6除以4，就是3除以2，等于多少呢？一除2消掉，2减 x 除以 x， 好，那我给它交叉相乘就可以把 x 算出来， 3x 哈。等于4减掉 2x， 那把它移过去，就 5x 等于 4x 呢等于5分之4。好， x 算出来以后的话，我现在把 y 算出来， y 等于多少呢？这个给约掉，约掉 y 的话等于多少？2×3=6， 3x 就等于3乘以多少呢？5分之4，所以是5分之12，高是5分之12。好，好，高知道的话，那这个三角形面积就知道了，就底是2嘛，乘以高，高的话是5分之12，啊除以2，再乘以1/2，所以答案就是5分之12。所以这题答案是5分之12。